大家好，我是 Ellie。 我现在穿的是汉服的一种，叫做齐胸襦裙，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唐朝装束。我们可以从盛唐时期的名画《捣练图》中看到类似的穿着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齐胸襦裙都有哪些组成部分和它的穿法吧。襦裙是上襦和下裙两件衣物的统称，属于典型的上衣下长制。因为要搭配齐胸下裙穿着，所以这件对襟上襦的长度比较短。衣服上的花卉、草木等图案是唐朝服饰中常见的纹样。先穿上上襦，系上系带。这件下裙是长褶裙，也有团花图案。不同于传统的一片式合围的裙子，这条下裙是现代改良版的两片式结构，圆筒形，分前后两片裙头和两套系带。首先站进筒状裙子的中间，把后片提起来，在胸前打结，系越紧越好。然后提起前片，把系带绕到后背交叉，再绕回胸前打结，然后把剩下的系带在两边各绕多次打麻花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系好之后喘气都有点困难了，但是最起码我不用担心走路踩到裙子会掉下来，使劲拽它也不会掉。齐胸襦裙这样基本上就穿好了，但是我还想增加一个配件，叫做诃子。在古画中可以见到类似的装束，穿在裙子外面主要起到装饰的作用。在敦煌壁画中能看到很多例子，我尤其喜欢这件扇贝形状的诃子，真的好别致。现代的诃子上有两套系带，因为系带在后面够不着，所以先把它转到前面，先系里面的带子，再系外面的，最后把它的正面转回来就好啦。这件大袖衫也不是固定要穿的，但是加了它之后，这身衣服就可以当做里衣来穿了。大袖衫的材质一般比较轻薄，在底部有系带，我们可以从唐朝的簪花仕女图中看到类似的搭配。最后再加上一条装饰用的披帛。中晚唐时期的女性服装款式越来越趋于宽松大气，大袖袖口一般都有4尺以上。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文化、艺术、经济、外交上的全盛时期，也造就了这个朝代博大自由、雍容华贵、色彩绚丽的服饰特点。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呢，也请在留言区来告诉我，我会继续做更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视频。那下次再见咯。